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把刀放下！别过来！不然我杀了他！对！别动！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把刀放下！别过来！不然我杀了他！别过来！等等！把刀放下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把枪放下！不然我杀了他！把刀放下，否则你没命了！枪放下！你，此人是共产党。枪放下！眼下他已经逃不掉了，留下活口，恐怕小妹又要受到牵连。小妹，别怪我。这样，听你的。我们都把枪放下，有什么事情我们慢慢说，好吧？都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。乔多伟，怎么把人给杀了？难道你看不出来，我如果不杀他的话，小薇是有危险的。这个乔家父子联手对付我。组长，组长，组长，又怎么了？有屁快放！组长，我们在医院准备撤退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疑似共党分子。这在抓捕过程中，这乔特伟出现了，被他截胡了，这人当场就给毙了。废物！你们这群废物，还杵在这干什么？继续盯着杨天星、乔威和乔进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再失败的话，你们全都给我回老家去，滚！我先回去了。坐下。小薇，告诉我，你是什么身份？为什么和天星接头的会是你？你和郭忠义之间是什么关系？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你不是早猜到了吗？干嘛还要问我？我是觉着，你不应该是那个身份。那你就应该是这样的身份吗？自从你入了军统之后，我们俩就一直掖着藏着的。也好，趁着现在，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掰扯清楚。我是你哥哥，你是我妹妹。之前你做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当作不知道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，退出你的组织，好不好？
爹的武断、蛮横，是不是你全都继承了？我在为你好。你为我好？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你杀人，我心里有多绝望吗？我真的不敢想象，我以前小的时候那么崇拜的大哥，竟然手上沾着同胞的血。你竟然是为了自己的目的，不择手段，滥杀无辜的一个军统特务。你更让我想象不到的是。 你的正义在哪里？你的光明磊落在哪里？我心中的大哥在哪里？小薇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想听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的身份，故意设的局？撵我跟叶天心出去，是不是？你如果觉得为难，你可以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，我可以帮你做这个决断。小薇。 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你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制裁，你也不知道你效忠的这个党最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。效忠？你知道什么东西是要效忠的吗？武断，还是冷血啊？你今天讲出这些话，让我感到很诧异。我是在效忠我自己的信仰，信仰是来维护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，反而是你，哥，你的党在哪里？ 就我知道的，你给上面打的电报就不下上千封，他们有回应过吗？有过反馈吗？这就是你心目当中最光明磊落的政党，是不是？连一个爱国人士的慷慨陈词他都不能接受，还有那曹广德，也是你们政党培养出来的爱国人士吗？够了！听着，乔薇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不但会害了你自己，你会毁了这个家。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对手有多强大。 跟共党扯上关系，会要了你和天星的命，回头吧！这是我跟乔薇之间的事情，你最好不要掺。你们一直都在搞什么？我就知道，她是你妹妹，亲妹妹。